青青，我先走了，阿秋出事了，你自己走。我不是了，就是他了，帮我包起来。长大了，翅膀硬了啊！背着你妈跟野男人拍婚纱照。妈，您要是想骂我、损我呢，咱回去再说。我现在有事儿呢。我也有事儿，而且是你的事儿，带他回去。廖雪冰，叶小白上钩之前，不许他迈出这个大门一步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周秘书，带这么多人来学校上课啊？廖老师，啊不对，应该叫廖保安啊。我今天呢特别想你，所以来看看你。来看我用不着这么大的阵仗，胆子变这么小啊？廖雪冰，你别高兴得太早，有你哭的时候。冰哥，不好了，小白出事了。哎哎哎，干嘛这么着急走？兄弟们都等着你呢。都给我听着。今天廖老师上公开课，所有人给我好好听讲，一个都不许走。廖保安，记得吃饭啊。阿秋，瑞莎。阿秋了，在里面。阿秋，白哥，我没事。啊！你别唬我了，还没事儿，这胳膊都断了。他们来了多少人？20多个。去做复原。帮混蛋，上次被捞的便宜，这次捡来硬的。他们还说什么？他们是冲你来的，让你别说了。这件事儿，我必须要个说法。白哥，白哥，你别去了，算了吧。今天如果我不去，我对不起我叶小白这三个字儿。周夫人，你给我滚出来！周夫人，叶小白，好久不见啊！上次打伤阿秋的人是你吧？周夫人在哪儿？我要找他。打倒我，你就可以见到周福源了。怕了吗？
走啊！你把谁赶走？你们要是不想廖一冰出事的话，都给我老实待着。喂，110吗？怎么回事啊？人呢？秋哥已经重伤送医院了。白哥他……小白呢？来不及了，回头再说。去，别，你不能去。小白有危险，我要去救他。你去就不危险了吗？我去，他危险少一分；我不去，他就回不来了。白卫兵，你们两个能对付几个？我来的路上已经报警了，等警察来了再说。根本就来不及。雪冰，你可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了。难道你忘了当年你不就是为了叶小白？老师，我廖学兵可能真的是一个没有前途的混蛋。我的兄弟有难，我不能不去救他，否则我不是廖学兵。我已经让学校给你补批了毕业证，你马上就可以回来继续站在讲台上。难道你为了叶小白还要再次失去这种机会吗？老师，对不起。不行，我以你的老师和校长的身份命令你，马上回去学校去。你的任务是教书，不是去和人火拼。为了你，也为了冰云，也为了你的学生们，要不然你就从我的身上踏过去。老师，没时间了。我廖学兵从来没有求过什么人，您说的话我不敢不听，但是我求你让我去了。雪冰，你知道你这一去的后果吗？只求您一件事情，照顾好我的学生。苏薇薇，跟我回去。别随便动手，你要是残了，下半辈子我养你。